我听说今天讨伐队的行动不太顺利，有一名神枪手劫走了电台，还救走了人，啊，是吗？谢谢大佐，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收拾一下东西。バカ者どもか。排长，司令万岁！我的脸让你们在前员面前丢光了。快点，姑娘！我找你有点事儿。先进屋吧。哎。快点，姑娘！哎，人咋样醒不美？我这不能进。我娘说，虽然人没醒，可是血止住了，应该没啥大事儿。没事就好。那你先住下。哥，有啥事就说。哎，别！干啥呀？不是咋的？说点正事儿呗。那你说吧。金表，纯金的。来，我给你戴上。不是，哎，戴着说好了吗？相亲礼。哎，不是，你这人咋这样呢？这是啥玩意儿？就往我身上。金表，亲的。这啥呀？你俩干啥呢？婶儿，你看，真的，你今天拿着鞋糊我眼珠子上，我一点都不怨你，真的。都怪杠爷那老抠，太抠了。我说是香门虎一定要带相亲礼，他偏不让带。也是，我把这个相亲礼金表带了，纯金的，我给您闺女带上啊。不是，我明白你啥意思，可是你错了。我错什么？没错。武昌，武昌啊，听婶说，咱不说这个，先说要紧的啊。那受伤的腰子吧，拖久了可要出事儿，得赶紧找郎中去。再说了，这事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那你全家可都得死，可别害了俺们。婶儿，那是条人命，看着就得救，是不是？抓点紧，想办法。看来他们家真的有事，藏了个男人。不是，你看这说好，这比狐狸皮强。哎，不是，可是这也不是我带的东西。哎。我姐让你进屋说话。我什么爱的，我和你姐在这唠就行了。那里面那个。里面那个。哎，干啥呢你啊，进屋瞅人不瞅脸瞅脚，你有毛病啊？你就是那五常啊？太损了，我就是那五常。你谁啊？哎妈呀，你来这儿相亲，你不知道我谁啊？不知道啊。把你的狗耳朵竖起来，给我听好了啊！姑奶奶我郭大双，你来这儿就是跟我相亲的。那外面那姑娘谁啊？我妹，郭二双。啊，是不是你拿鞋糊的我？是我，咋的？哎，搞差了！杠爷没说和谁相亲啊！我告诉你，外面的姑娘我相中了。你放屁！咋的？你还吃着碗里忘着锅里的呀？我告诉你啊，你找别人我不管，那郭二双是我妹，我不出门子，她也甭想嫁人。这不强买强卖吗？你咋的？我就这样来。啥？见面礼？啥见面礼？狐狸皮。狐狸皮没打着。咋？你狐狸皮没打着，给我抱回一狐狸精来啊！人家抗联女战士，别扯那些没用的。再说我也没闲着呀。拿来。
您抢啊？哎呀，存紧的。嗯呢。哎呀，唠唠呗。唠啥呀？天儿。这见到你姐夫也不吱声是吧？想的都挺美。手里拿什么？没啥，什么没什么。给我看看。没有。拿来吧你。真的没啥。没有这。血，这是血。冰儿，我问你，你家里是不是藏什么人了？要是有外人，你可得告诉我，要不然日本人饶不了你。没人，你还我。啊。这人咋整的呀你啊，你说你上山打狐狸咋抱回个狐狸精来呢？俺俩这事儿你甭想啊，要不娶我，要不没法。瞅啥呀，不乐意是咋的？点火。烟抽得够勤啊。那咋的，关东四大怪头一号，大姑娘叼烟袋没听说过呀？没啥。咱俩捡那要紧的说，咱就说论本事吧。你跟我说你这么有本事那么有本事，我是没瞅见，对不？论长相呢，咱不能说你长得是贼眉鼠眼吧，但基本上跟英俊潇洒也不咋沾边。不，咱再说今天这彩礼，就你给我这块破表，你还指不定搁哪偷来的呢。你我今天收下，给足你面子了，知道不？但就一条，你敢跟小鬼子叫板，敢从小鬼子手里给我抢回个狐狸精来，我郭大双敬你是个爷们儿，我愿意跟你好。行了，烟抽多了，睡了。我们没子弹了，咱们分开走。你们两个往山上走，我先看见了，走了。走，走。告诉景商君，我们发现三个抗联分子，有两个我们在追。有一个朝他的四点钟方向跑去。嗨，好可惜吗？在奥加沟一带发现了三名落网的抗联分子，一名在向你的四点钟方向跑来。老九腻子，哎，来来来来来，把这个带上啊！你这个老不死的，你说你就不怕我喝迷糊了睡半道上？没这口顶着，我怕你走不到地方。呦呦呦！哎，腻子，哎，昨天晚上一宿，五常可没回来啊，我这右眼皮子一直在跳。刚才我又听到枪响，瞎丢啥玩意儿？啊，没准儿啊，那是看着郭家闺女那迈不动腿啊。快找！老了。哎，老九腻子。哎。你看，那树林里边是什么玩意儿？假人，人，
阿克说，阿克，不错，阿克，一个当一个当。这路上有血，日本人很快就追来了。哎呀，那你还愣着干啥呀？我来给他处理伤口，你赶快去把血扫干净啊。哎呀，来孩子，让我看看啊。你让他们跑吧，这可藏不住人呢。往哪儿跑啊？那咋整？哎，老兄弟子，你赶紧走啊！一定要找到武常。你告诉他，这一辈子一定要做个好人，一定要让他牢记啊萨满天神的教诲，不可以舞刀弄枪，不可以开杀戒呀。哎，老兄弟子，我们那家这根独苗可就拜托你了啊！大爷，别说那没用的，这俩孩子，哎，这俩孩子由我来陪着。我这敬了一辈子的萨满天神，今天我要叫萨满天神显一回灵。啊，你就赶紧走吧，好给武成报个信儿啊！我这条腿也走不了啊！大爷，你快走吧，啊，快走。他们跑不了了，你给我给我接警上局。咋还绑上黄布条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我得赶紧回去了。就在那个屋子里。よし。
这是在干什么？我在里头祈求萨满天神保佑我们。求天神做什么？我求天神保护两个孩子。两个孩子？是，两个孩子，一个17，一个19。他们不是孩子，他们是帝国的敌人。你烧毁了他们的家园，屠杀了他们的兄弟，奸淫了他们的姐妹，你才是他们的敌人。他们就藏在这所房子里，你让他们出来。这屋子里头供的是萨满天神，我不能这么做。你穿着这个装神弄鬼，就能让皇军停止追踪逃犯吗？我不能，天神或许能。喊个人来！我今天兴致很高，想看看你的天神是不是真能帮你。子弹不白瞎吗？潘巴南的水珠搜我心，潘巴南的水珠搜我心，鄂尔顿佛寺，鄂尔顿佛寺，潘朱里策起个鄂尔顿波本机，何必在银河尔德我的都萨卡尔德伊安巴纳乌布西本妈妈勾起了个西巴他不看，你的天神显灵了，可他们是在帮皇军，而不是帮你。那日本被穿。鬼子胸膛总能在天功夫过来生你就在前方谁都无法阻挡我们要打倒侵略者、
人呀，你睁开眼睛看一看呐、这些无恶不作的畜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屠杀生命。我这一辈子爱你敬你，你怎么不显灵来救救这两个孩子呀？惩罚那些无恶不作的畜生啊！杀人的畜生啊！你们这些小鬼子，畜生啊！你们这些畜生！绑黄布条，啥？能有啥事儿？这不是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吗？这兵荒马乱的，这不惦记你啊？啊，对了，我爷啊，你爷一早出去了。哎哎哎哎！别你这这么瞅着我干啥玩意儿？不对。我怎么看你脸色有点不对劲儿啊？到底怎么了？啥不对？别扯这没用的。跟我说说那相亲的事怎么着了？说什么相亲的事？我问你我爷呢？你爷你，能不能说点别的？你怎么还急赤白脸了呢？你还？好好说话！哎呀，我错了！说点正经的，那相亲的事儿，人家到底应没应？我没答应。你没应？为啥呀？让我倒插门，我能答应吗？下来，下来！只知道下来的军队是极其愚蠢。不会杀人的军队就是废物。你到底怕什么？怕中国人报复吗？云前面暗箭难防。那我就收了他们的枪，摧毁他们的剑，消灭他们的人。你记住，这里是我的防区，管好你的手下，告辞了。马奇德麦，麦哈拉，提醒你一句，你的防区并不太平，那个神秘枪手又出现了，你总不会说他是我讨伐队带来的吧？只要他还在我的旧房里，我就能找到他。看见没？呼伦个的整张虎皮。那一个枪眼儿，把他给带上了。你这老东西，把这个压箱底的虎皮都拿出来了，干啥呀？当倒插门女婿，这事儿啊，干早不干晚。回头选个好日子把这喜事给办了，我跟你一块走。不是，我跟你讲个道理啊，你甭管当啥女婿，这事儿得和我爷爷商量商量。
我爷呢？走。这不着急忙慌的，肯定有事儿。老兄弟子。啊。哎，干啥呢？不是，干什么？放开我！起来！说我爷呢？说话呀！咋了？你爷爷被萧国营手榴弹炸死了。爷爷！您这一辈子都信萨满天神，您告诉我，不管信什么，要给人送福，不要给人送祸，不能伤人，不能害人，这到了天神斗不过恶鬼，所以说对付小鬼子这种畜生还是枪好使，还是剑管用。爷爷，过口，武昌给你要何人？小鬼子杀死了我爷爷，我要向小鬼子讨还血债，从此我就走上了一条为爷爷复仇的不归之路。把手里的东西多放。我知道你心疼我，这次能不能别管我？就凭你一张弓几支箭就跟小日本干，那不白送死啊？不想让我白白送死，把藏起来的猎枪给我。我要不是把枪藏起来，那小子能活到今天啊？我爷爷让小日本炸死了，这就让我躲在家里当土头鬼，我躲不到，那也不能白送死。杨靖宇大将军比你能吗？肚子里吃了一冬天的草，撵着鬼子跑了几百里，你得大意了。
到了怎么着了？那还不是人头两地？我没有本事撵小鬼子几百里，我弄死一两个够本。给我放下！给我放下！走！你给我听好了，我今天一定要给我爷爷报仇，谁拦都不好使。天神来了都不好使！你要是娶我，今天死在你跟前儿，那武昌，我他妈死给你看！干！高爷，高爷，高爷，我爷爷高飞，你逼死我呀，高爷！疼啊，不想吃也不想喝呀。没事吧？我还死不了。不是你这犟老头，你咋这样呢？你要吓唬你，别拿树撒气，你不自己找罪受吗？我吓唬你干啥玩意儿？你敢干我就敢死，你信不？否则我没法跟你爷爷交代。行。我听你的，你不光是我的萨满师傅，还教我打猎。我就在这地印子里当一辈子缩头乌龟，当一辈子的窝囊废，行了吧？明天，我跟着你，咱一块儿去三部落郭家。刚爷，我现在哪有那个心情？哎呀，我老了，收不住你的心了。我得赶紧找一个降得住你的人。咋样了？喝得挺重啊。还没醒了呢，谁知道呢？一直就没睁过眼。你说急人不？这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哎呀，这那无常也真是的，说是采药去了，这都啥时候了，还不回来呢？这姑娘中的是枪伤，得找郎中治，她采啥玩意药啊？哎呦，你别说，这小名还挺俊，是细皮嫩肉的啊，准是个大户人家小姐。这要是长得不好看呢，那那五常也不会往回背呀。这要是大老爷们的话，估计早死在冰天雪地里。闭嘴！你咋那么多话呢？本来就是嘛。嘘，让他们俩出去。话都出去。海子哥们。各村的保长都汇报了各村的情况，有什么线索吗？葛湾村报告，昨天有两个外乡人住在了村里，今天突然不知去向。灰水河乡有外乡人售卖违禁药品。三部落保长儿子报告，有陌生男人在村中留宿。等一下，你说哪里？三部落。不会。有意思啊，又去三部落。怎么了这是？柳眉变了。嗨，那怎么办呀？当务之急两件事。第一，赶紧通过电台跟东北党委员会联系上，告诉他们远东营地过来的小分队遭到了小鬼子的伏击。咱们去迎接的队伍也遭到了小鬼子的阻击，让他们得迅速查明原因。第二，咱们得尽快找到小分队的幸存人员，了解上级布置给咱们的任务。那这么大个林子，找一两个人，大海捞针一样啊！咱得靠小鬼子帮咱们找，让小鬼子帮咱找。小鬼子到哪去，说明哪有情况，咱们赶在他们之前，兴许能找到幸存的人员。给让个地儿来，给让个地儿来，腾个地儿，腾个地儿。你这块石头啊，回去再打磨打磨，这块石头还是不错的。好，别生疏了。哎，大双来了。那咋的？你有石头？我现在手里倒没有。啊，我不是合计到你家屁孩长大了，也让他给你挖石头去。哈哈，对对，大双，等屁孩长大了，黄瓜菜都凉了，还是找我做上门女婿吧。我手里可有上好的松花石啊。喂，笑啥笑的？
我郭大双差啥也不差，没人嫁。瞅见没呀？瞅见没呀？纯金的，镶好的送的。假的。大双，你这个表是从哪儿整的？刚才不说了吗？镶好的送的。来，我看看。啊，这可是一块纯金表啊！纯金表，哎，纯金表，真的。哎呀，好表啊！来，大叔啊，把这表经过好啊，把它收好了，行吧？哎，好表，经过好啊。那边有人找你。啊玉堂少爷，你日本人收这么严，你怎么还敢乱跑呢？我找你有事啊。啥事？又是军饷事啊？上回让老爷知道好像没骂死我。这次找你不是军费，我想让你帮我弄几块电池。不是少爷啊，这是日本鬼子的专用物资啊，整不好要掉脑袋的。知道了，所以这不找你连说来了啊。我知道只有连叔有办法弄成，好吧，拜托了，拜托了。大夫现在不跟你多说了，人多眼杂着，我得赶紧走了啊。哎，回来，我问你点事儿呗。啊，你看着傅兰了吗？傅兰啊，他不在莫斯科呢吗？怎么想起来问他呀？我看呐，不一定在莫斯科。我在这个村儿一个村姑手里，我看着他戴那块金怀表了。傅兰的金怀表？对呀、啊。不可能，都千真万确。那金块表不是他过十八岁生日时候我去买的吗？我买两块，给你一块，给傅兰一块。哎，就这样的。什么时候的事儿？刚才啊。好，我去看看。两天不银行啊？咋的了？脑瓜子让霜打了？我想戴耳瓜子抽我自己。我爷爷尸骨未寒，我放着丧事不办，商量着去办喜事，我还是个人吗？我咋了，大爷？又出这儿的小鬼子。没见识，这小鬼子是要去散部落呀？糟了，肯定是奔着那个受伤姑娘去的。咋回事？藏他是吧？我得赶到小鬼子头里进村。你不能去啊！啥玩意儿？不去的话，大双家出人命了。那，哎，快跑！快跑！